哇哇哇！才30秒已经10了，我这个加油！最关键的是要去稳定的输出啊！所有的运动员都是，他的频率好，而且挺平稳的，是吧？干到20了，哇天！1分钟，1分钟到20了，我感觉我没有降速，怎么可以也这样？哇哇哇哇！40了，我知道这个的策略了，一会儿跟你们讲 ，OK， 策略是你的上肢，啊，推和拉核心。如果你觉得你的大腿有点酸了，上肢使劲儿。好，上肢带动下肢。行，开始。来了，谁呀？加油，平平。好，你的卡路里是好的啊，没问题，非常好，保持输出。平平加油。美丽，我要美丽。小兵哦，非常强。 我要变成万人迷，哇、哦！继续，30秒，加油！哎，这可以啊，非常厉害。冲！27，很强哇！可以，27，很强哇！已经到了大师级了，已经到大师了，大师25、3，哦，他无氧能力很强的。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女子选手在这一轮就是特别的厉害。